什么模特呀？这么噤若寒蝉。你想知道吗？老师，我同桌说他可以。哟，今天有人自告奋勇是吧？太好了，太好了！来来，请到前面来，来来来来来来来。猜就不是什么好事。你不想拓展一下交友圈吗？去吧，同学们都等急了。老师，我需要怎么配合？不错，脱吧。啊？脱？好，大家注意看啊，这块是三角肌、胫夹肌、肩胛提肌呢，是颈椎负担很重的一块。放松一下啊，大家记住了。如果肩胛提肌负担过重的话，它就会使柔韧度下降，造成耸肩。不过大家看一下啊，它的肩和臀的比例也还是不错的啊，倒三角。哎，没错，确实是倒三角。下面请你转一下身，我们来看一下前面的肌肉啊。既然大家对他的这个腹肌这么感兴趣啊，那我就要提一个问题了。来，就请你，模特的同桌，来来来，回答一下，你说说看，这八块腹肌是哪块肌肉的轮廓？腹直肌，除了腹直肌，腹部还有腹横肌，还有腹内斜肌和腹外斜肌。非常正确，我们来看一下啊。今天课堂效果这么好啊，我们这位模特功不可没啊！啊，来，我们给他掌声鼓励鼓励啊！不是，这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啊？稍安勿躁，我们刚刚讲的只是表层的肌肉，接下来呢还要讲一下骨骼啊。哎，同学们，再看一下这个正面的肌肉，包括我们刚刚说的反面的肌肉，是不是记得都很清楚了？如果不清楚呢，你们有问题随时可以提问啊。大家再看一下，要不要我再倒回去看一下？把别删了。我的课件干嘛要删？那是我的隐私。什么隐私？专业点好不好？这是人体肌肉结构图，我的课堂笔记。你要是拿它当屏保的话，我也没什么意见。你这是分享课件，不好意思，本来是想做屏保的，结果说话了。还行，没少去健身房吧，腹肌练得跟搓衣板似的。你去陪林夕上课了？林夕，什么情况？破镜重圆，这都看不懂吗？追妻火葬场，他们说我在追妻。胡说八道，先去看多了。哎，季军行。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我找你半天。哎，不好意思啊，我跟他说点事儿。林夕，等会儿我啊，一块儿走。我干嘛要等你呀？等就等。哎，这事对我来说太重要了，我好紧张啊！你说到时候万一出错怎么办？那我晚上再帮你顺一遍。真的？那我的幸福可就交在你手上了。放心吧，交给我。我在干什么？我再去练一遍，你到时候记得来。放心吧，到时候肯定去。靠不靠谱？肯定靠谱啊！我什么时候能骗你啊？那这次就靠你了。哎，学长，我们去附近咖啡店吧。别说，我好像真的可以给你介绍。
知道了。还行吧。行。真把我的话当耳边风了。真的可以吗？你的忙我肯定要帮。那就提前谢谢学长了。真的咖啡我请。要是你请客的话，给我也来一杯吧。不介意我坐这儿吧？介意。不介意就好。服务员点单。来了。给我来一杯绿茶。嗯，不好意思，我们这里只有咖啡。那来一杯抹茶拿铁吧，只要是含茶的都行。好，您稍等。你朋友对我有点意见。他对谁都有意见。你不会是恰巧路过吧？不是啊，我特意来这喝咖啡啊。昨天晚上跟某人聊天没睡好觉，喝点咖啡提提神。13桌取餐。学长，我先去取咖啡了。好，来，你要是去的话，在那儿稍等一会儿，把我那杯也带过来。眼圈这么重，昨天晚上没睡好吗？林夕都走了，有话你直说。你觉不觉得我有点眼熟？废话，昨儿刚见过。不是昨天，今天，今天凌晨。你有病吧？凌晨我在宿舍。真不记得了？那我帮你回忆回忆。昨天晚上你管我叫小猫咪。小仙女。还跟我说彻夜长谈很开心。怎么这么快就翻脸不认人了？耍我。我警告你，别打林夕主意。否则你跟小猫咪的聊天记录会人手一份。他人呢？走了。就这么走了？嗯。我还没给他钱呢。你还给他钱？驾校，所以你找他是为了聊驾校报名？不然呢？那么多驾校，你干嘛非得找他？他可以给我打七折，你能吗？我给你打6折，你把钱给我，我给你报。你干脆出钱帮我报了算了。可以。你认真的吗？我报什么驾校，跟谁有什么瓜葛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什么时候变得那么爱多管闲事了？我是担心你被沈鹏宇给骗了，他不是什么好人。沈鹏宇教局女生有那么多个，你为什么要盯着我不去关心别人啊？因为你跟别人不一样。不一样，什么不一样？是不是对谁的都可以许承诺？林夕，你是不是对我有什么误会啊？你自己，